同样一件最普通的这个白衬衣的内搭，我们里面很多角色都会穿。你看邓小平身上的，蔡和森身上的，赵世炎身上的，沈天兵身上的，他每个人的这个款式设计都不一样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如其人嘛。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群戏，涉及到了近百位的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所以呢，在造型上既要尊重史实，尽力去还原，同时一定要突出这个人物的个性化，还是相当考验造型团队的这个功力的。蔡和森他是第一个提出正式成立全党的人。而且其实也很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去饰演这样的人，对啊，压力是肯定会有的，但是其实有压力，我一直觉得压力其实也是一些好事，压力可以让你把这个事儿更认真的去做好，去准备。他们选择做了这样的事业，一定会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作用。